戴口罩可以帮助阻止新冠病毒扩散。口罩是应该这样戴的。第一步，戴口罩之前先洗手。洗手可以防止细菌由双手传去你的口罩和面上面。第二步，看清楚口罩的上下方向是否正确。口罩一定要遮住口、鼻和下巴，戴的时候不要摸到个口罩。第三步，戴好口罩之后再洗一次手。第四步，除口罩的时候尽量不要摸到口罩的外面。除了之后将口罩直接放入垃圾桶。如果是布口罩，除了之后放入胶袋，然后洗干净才好再用。出街的时候最好带多一个口罩，以防万一。第五步，除了口罩之后记得再洗手，和其他人保持 1.5 米的距离，以及经常洗手，仍然是保护你自己的最好方法。